家好，今天秀姐去拔秧苗种稻子。哎呀，六个，然后那连连帮草子，跟着扒转来扒转去。那个，你在门口做作业，干得好了，你好，妈，你干得，你有这八年资金，妈，你做作业干得真好。你把这老你扛着你就跟是俺你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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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咱老哥还觉得在我这儿
买个雷狗。我一个用成是毛了，毛蹦上啊哦。我平时很少去吃的。哎呦，这吧，那一把吃毛了，也是白白皮了都。哎，你有劲啊？啊。这个你弄不熟。他是满天的路。你死了你死了。来来来，吃西瓜了，吃西瓜了。老吃得还行。好比这个。这个吃啥？很甜啊，两种一下。这个你不懂的呀，我得喝这个啤呀，反正咱们上来就。老太太姐，你来是走的呀？没有，没有。要了，看到我谁？要。你家给出来要手机要钱的。当时我好有钱的呀，有多好嘞！这家些个长得肥肥的，这蛮硬的，这蛮硬的。